中国和所采取方言下怀疑中国和世界如何认知，本质上还是心胸境界。有一段视频给人思考启发，一个叫李承恩的人有一副忧国忧民的中国嘴脸，痛心疾首，慷慨激昂。中国从不缺顶尖人才，人才流失真正问题令人寒心，而是被冷静遮蔽了光芒。目前已有将近32000名华裔科学家加入了美国国籍，这个数据真的是令人为之心痛。这些人本该为国效力，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才，为什么最后都选择去了美国？他的视频很快受到关注转发，承恩之名就代表了一种冷静与谋财兼而有之的中国心态。中国与世界难道不能兼容？天下不取天朝的敌盖，他知道人才外流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敢道出真相来。且不说他的用词表达一片混乱，虽说中国不缺顶尖人才，华裔算什么中国人？加于美国为何就令人痛心？已有和将近互相矛盾，逻辑何在？这类品种骗子常被称为意识爱国者，在那片土地上大行其道。多少教师爷从洞穴里探出头来，多少心智混乱脑子被驴踢了的人大言不惭走到人前舞台。有言下怀者，一名知性而温情的律师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更上层楼，跳出了狭隘的国盖，境界非同一般。人才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。他说他觉得非常痛心，我却觉得是件开心的事。有谁规定国体的必须报效国家，能生而自由，他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他愿给谁干活就给谁干活，并非以取身面上刺字的能秀。是哪国人该给谁干活，人不具有牲口的属性，也不是生产线上的产品，一定要居民产地。我们只是碰巧出生在那个地方，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适合的国度，报效一次，让人成为了从属的奴隶。我们为有能力选择的人喝彩，并由衷高兴。当我们说希望哪个国家好，关注的目标是这里的人，希望这里的人生活幸福，希望留下来的人过得好，也祝福离开的人。国与国之间和平竞争是人类幸事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，没有点流动空间，它一定会成为监狱。人才的流动与水流，自由使然，也必然趋向自由。人才没有国盖，傻瓜才有国盖。在傻瓜的头脑里，智障永远跨不过国家的藩篱。说得多么好，言语是心胸广阔，境界超然，充满人类情怀。中国与世界手大手小，中国人思想狭窄，也受之汉字语境之限。像报效这类词早该扫到垃圾堆里去。还有多少中国式的称呼表述，前后对照只令男人汗颜，何以为师？谢谢严小怀带我成篇，无需真山一致。